不到 M 麦子这里。嗯。辛苦的东山区农会，那也感谢我们的协办单位是我们东山区公所，哦，是直接可以用抽号式的特色的包装，到现场呢可以来跟我们选购一下。那么多朋友呢有机会可以品尝到我们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东山的，比如说像是咖啡啊、龙眼等等这些食品，那也请大家的就是排队哈。这个秩序的，然后就是好吃的一些品尝的东西，那请大家呢一人拿一份，那有多的话我们再来拿，然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有机会品尝到我们。好，再收，对，摇摇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。